俺为美人呐、用我何在快些团雨夜哭啊中你记得花一眼美人给你自满啊我们不论老幼也需呀痛有啊左右攻破自门莫留啊穿你王啊，请你暂停攻打，又点咁话会令你甩须？夫人话迟两日就送女过阿营，还你退兵一箭路。同墙铁壁任得插翼的弹徒全令三军暂退回一线路算好啊，唔知点算啊好咯。上国千金又点能加贼佬？但系佢咁粗泥枪，我哋抵抗全部。啲和尚好逼白蚁住观音，都系自身难保嘅。唔通眼光光睇住就俾人啊老去惨受？无辜唉我宁愿乖女去自杀身啊亡誓不甘作贼人的外母喂老夫人呢条唔系数，呢条唔系数，咪话就自杀身亡。啲贼兵就算拉到，你知否个孙飞虎？佢凶残到离晒谱啊！若果反起面上嚟，成班和尚要食草，不若想下就有乜良谋，未必完全会成绝路嘅。哎呀，洪亮，你平日就牙尖嘴利，诡计多端，咁啊大难唔投落。你都想有乜法子呀、啊、你问我啊夫人我就想到咯得个唔敢讲咋。你快啲讲啊讲错唔闹你嘅。自来生中有咁多人身份有文亦有武艺全以谁人能够那个清白的家乡变成阿寨夫人小姐是代花容点人家归客道理吧文大师立即牙宣布在下自门之内谁是英雄
若能为普救解围，便与恩恩下冤下铺。自古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请夫人你静候佳音，等我去对各人来公下报。哎呀，我心嗱嗱乱，都唔知点算好啦，红娘。听天又唔系咧，夫人，相信会有人肯出头嘅。夫人，呢位就系张先生，佢话有计可以退得贼兵，仲可以写单嚟担保。只不过咁话，如果成功之日，就千祈要落言兑现，唔系个乌里单刀。拜见夫人。张先生，若能推拆解围，我话得到时做得到，咁先生你有何良策，请你细说分毫啦。这个小书生笨多鸡无华力，何解口气口气咁好，只唯有一个同窗，就是白马将军，他的威名惊而远步，待我发书以函，若是有人肯带去，我便即即挥毫，佢定必迟缓前来，添情赶到。系就好啦。此内有个为名和尚，力大胆粗，最合就是命他杀出那重围，相信他不能做得到。哎呀，咁就快啲写啦，张先生，红娘不马。写啦，夫人。一挥而就，火速奔逃啊！此书重要非常，珍藏收藏。唉，系咁多谢晒你啦，张先生。唉，张先生，老身失盘不礼，因为我女喊到眼肿那鱼头，他日拆退平安，才正诸臣之好。红娘，那你陪住张先生坐下啦，我翻入去先啦吓。得啦，夫人。张先生赐我日前无礼，望你是浪子难逃，谁知你见义勇为。
咪话咗算数，我话咗算数，你话咩错？我竟会有糊涂，你冇用，是来你的糊涂。若是过桥秋晚，仲惨过吉难我一难多。来一大锣，是天家的，让我夫人去成家。别会话苦意，忘不念不知恨寻兵为月老，自寻未换紫金袍，相信此皆状元。红娘姐啊，咩呢？此皆状元点啊，张先生？那除咗我又有谁人敢做？我识睇相噶，红娘姐。唔系啩？咩唔系啊？嗱，你想知道终身和福嘅话，你拎只手嚟，等我赞你几句啊！又好，睇你使唔使得咋？哦，你呢只油掌嚟噶。红娘姐啊，你千祈咪怕得罪，我识掌有文通啊，最好同小姐共事一夫，帮你白头老。咩话？同小姐共事一夫啊？哎呀，我错我错，我真系错过你啊我。你个衰嘢分明系揾笨，相信死鱼你都亦想过刀啊！我走啦！哇，咪走住先啫，红娘姐。